来，坐下。阿姨好。你好，小脸啊。哎，阿姨想跟你聊聊天儿。嘿，你放心吧，阿姨。啊。我可善谈了。啊，那就好。阿姨想问你几个问题，好不好、啊哎？你就来吧，你也问不住。不是，就是你问什么，我都能回答你。好，你喜欢我姑娘啊？我老喜欢她了。你喜欢她哪儿啊？我。他呢这个你猜呢？阿姨就知道我女儿优点太多，你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。对，优点多。我告诉你吧、哎、我女儿打小啊就爱美。是，可爱美了。是，你知道哈。那你现在不行了，就小时候啊对这发型就有要求。嗯，一到那理发店就跟理发师说、给我来一个板寸、平寸、毛寸。你先寸一会儿，你先等会儿。这小子不是，这姑娘好像这三个头型都一样呢。反正我姑娘长得漂亮，梳啥头型都好看。那是。我女儿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、那就是善良。哎呀，可善良了。嗯，从小啊她就喜欢那些小动物啊。就喜欢那小猫啊？不是。就喜欢那个小狗？也不是。那你喜欢啥来着？毛毛虫、羊喇子、秃噜蛾子。哎呦我的妈！真的，你看你这表情啊，就跟他小时候那些伙伴一样。他一拿出那些毛毛虫啊，就给那些小朋友，多有爱心呢、那些小孩吓得就你这样，他就抓住脖领子就往里塞呀、这是就往小米粒儿啊，小米粒儿啊。干啥呀？这咬牙切齿的呀！你说干啥呀？啊！你过来，你过去，过去。小米粒儿，你跟大姐夫说实话，这个白眉大侠，他是不是威胁你？他是不是恐吓你？你别害怕，有什么事跟大姐夫说，大姐夫给你扛着。小米粒儿，啊，这老头是不是花言巧语的哄骗了你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对你这样的少女，花言巧语、甜言蜜语那都是套路。对，你二姐夫就是发明套路的人。对，我谁发明的呀？我这不是实话实说吗？小米粒儿，小米粒儿，你图的啥？图那眉毛白吗？还是图的有钱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我告诉你，俺们家小米粒儿不是这种人。王小倩儿，你以为我们家人都跟你似的呢？他到底有多少钱？你们都这么想我是不是、好，我就是图他钱了。看看，我说对了吧？看看，是吧？对了吧？别吵吵，这咋还吵吵出颤音了呢？小米粒儿啊，你不怎么想的呀你呀、他跟你不合适，你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？你要这样的话，你还不如找王小倩呢。王小倩也比牛粪强啊。你啥意思啊？我还不如牛粪呗。不是，你先别说话，牛粪要说话。说吧，小米粒和这个小白梅也就一定了，是不是？你俩表个态吧。俺俩态度很一致，不同意。哎呀，哎呀，从我大姐夫衣服口袋里，那他顶多算个小呲花，那呲花也是易燃易爆啊。哎，大姐，你该这么想，你说我大姐夫多优秀啊，长得还帅，这玩意儿兴许就是哪个女住户送给我大姐夫的礼物呢？哎呦我的心啊。不是，大姐，要不你这么想，就是我大姐夫哪次出公差，他不都得把自己搭理吗？这不很正常吗？哎呦我的心啊。不是，哎，大姐，你这么想，就在我大姐夫心里根本就装不进去别人。为啥？你这大体格子不搁这摆着呢吗？哎呦我的心啊。想，哎呀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这是你大姐夫干的事儿。那你看，二明啊，在没弄清楚之前，哪也不许说，不许说啊。
大姐，瞅你是说这叫啥话呀？这点事儿我还不明白呀？家丑不可外扬，你让咱小区打听打听，就我这嘴最那啥了。钱志凡出事了，钱志凡，看你呢，你就是小区最脆的嘴，你怎么的了？有什么小道消息吗？钱志凡，哎，过来，怎么的了？找，我问你，怎么的了？如果在男人身上发现了一件女人的物品，你怎么解释？从男人身上发现了女人的东西，那这东西可能是他媳妇儿的呗？那要是一双丝袜呢？丝袜？那可能是他给他媳妇儿买的呗？那要是一双穿过的丝袜呢？还是穿过的丝袜？那可能是他给他媳妇儿买了丝袜以后，怕不合适，自己先试了试呗。看见没？这有文化的人都热烈鼓掌欢迎我。爸呀，怎么了？爸，你这谁又气着你了？老头太太。咋的了？挠我。用啥呀？用啥？我在这个园区里边写字呢吗？啊。他往外送客人啊，说再来啊，啊，再来，低头一看我写的字儿，当时就急眼了。不是你写啥了？我写的滚。你烦他，你也别往地下写呀。对呀。我烦他什么呀？我想写滚滚长江东逝水。哎呦我的天！刚开个头他就急眼了。哎呦我爸呀，要了爸，那个什么，你下次就别在外边乱写了。对，你就上咱家搁地下写吧。对，在家写没人看呢，他也没人挠你啊。不是，那个写字不就是给外人欣赏的吗？关键你说那个字见不得人呢。什么玩意儿？啊？怎么叫什么叫见不得人？不是，你说你挺好啊，中国字你都写的都我都不认识了。你没文化的人能认识吗？一般人都不能认识，我写的那叫草书，知道不？草书。对，草书，草。嗯。驴把草吃了，搁肚里没消化完，排出去了，草书。我写的那都是驴粪球子。多像啊！你说呀。我不，你一堆没用，不是，少搭理我。不是。爸，爸，你看你又急了。你急什么眼呢？你说。这个老头的脾气。我回来了。哎呀，这大把钱买来了！天哪，我的天哪！啊，这个宣纸多贵，你给他叫他写字，这不糟践东西吗？王叔，你们家管这个叫宣纸啊？那这什么纸？这是卫生纸。呸！这是刚买没裁的，厂里边直接批发的。行行，赶紧放厕所去吧。好嘞。哎呀，放。